10月10日15时许，分队接获派遣台九线147.2K 数一辆自小客擦撞护栏，到达现场后发现车内有4名患者，两男两女，驾驶受困车内，副驾驶女性乘客左肋骨及骨盆疑似骨折，后座女性乘客全身有多处擦挫伤，后座男性乘客意识昏迷，驾驶以油压破坏器材将患者脱困，分别送往805医院、门诺医院、慈济医院就医。